大家好，我是孟婷，179公分，体重71公斤，平常喜欢从事户外运动。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呢？这位帅哥就是2016年被 PTT 乡民无私分享的天才牌照，帅气的外形加上勇健的体魄，让他瞬间爆红。室友主动来加我脸书好友啊什么的，我一个晚上大概灌进300多人这样。是，没有没有，几乎都是男生。这个我就保留。对，这个我就保留。对，真的性感。我喜欢女生。那你现在那个有另一半吗？没有。那个对镜头太勇。我觉得我先专注在事业上。没错，天才排长现在要改名叫天才新鲜人了。32岁的他在国军待了8年9个月，7月初退伍，决定勇闯演艺圈。平常都怎么锻炼身体？我比较注重吃，对，因为其实吃比动还来得重要。如果时间上允许的话，就是做一休一吧。我会选择做一休一，尽量吃原物料的样子，少吃加工品，少油少咸少炸。自己那个几年的期限，觉得3年吧，起码要让自己磨个3年。最想做的是电影的演员，好比说给自己设立的目标那种，像洪于晏老师、张孝全、修杰楷。娱乐动新闻，天才加油报道。